人民进党立委王世坚过去在议会质询的时候最爱送礼物给对方，过去多次在议会殿堂王世坚送礼给柯文哲煞费苦心，更次次引爆话题，从香炉到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3.6 米高的木马，还有柯文哲的我就烂 T 恤等，王世坚质询总能成为枯手的话题，但在他的心中认为所有的礼物中龙袍可能是柯文哲的最爱，原因是什么，带你来听。闻起来有淡淡的柯味啦，所以那大概因为一般送礼给市长哦，那他们礼貌上当天或者隔天啊，那他就会送回嘛。那只有这一套龙袍，我送去之后，那过了十天，柯文哲才把它还给我。哦，那我知道，那这样我送他这一套龙袍，就有达到哦，我希望达到的这个医疗效果哦，就是。对他做一个心理治疗。好，可以听到王世坚表示说，过去送礼呢，通常都是隔天就会拿回来，但唯独龙袍是隔了十天才归还，而且还有淡淡的柯味。今年开始，王世坚就要前进立院，他也喊话会维持质询风格，继续送礼给质询的行政院长葛魁。王世坚说，送什么礼物，大部分都是自己想的，想质询的议题先破题，送的礼也跟送的人有关。